思瑩新春，我哋今日有思瑩，我係 Isaac。大家好，我係 Amy。今日年初八，首先喺度同大家拜個年，新一年祝大家龍年大吉，龍鳳吉祥，身體健康。我祝咁多位讀緊書嘅小朋友學業進步，大人就金文滿屋，事事順利。今年嘅小思瑩，我哋邀請咗各位康體育同輩嘅一班小師母守衞，我哋予以脱妝同得獎嘅儀式。此外，我哋仲好隆重咁邀請咗以下嘅排名不分先后次序，名胜住宅业主小组委员会主席林秀龙先生，名胜发展项目业主委员会主席叶志强先生，以及各名胜发展项目业主委员会及名胜住宅业主小组委员会委员，排名不分先后，李茂明博士、周明俊博士、苏国安先生、朱德章先生以及梁欣妮女士。另外，我哋都榮幸邀請到幾位嘉賓出席今日嘅活動，排名不分先後，當中包括沙田南區區議員古惠冰先生、林宇星先生，處理沙田區地區副指揮官黃孝圈女士，紀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何樹文先生，同埋特別嘉賓何厚全先生。咁跟住呢個時候，我哋就有一組嘉賓，而家大合照先。